要读完一整本圣经还真的很不容易。想读圣经，但只靠自己读太难了。我太忙了，真的没办法好好读圣经。华语戏剧圣经帮助大家用破碎的时间，以圣经教导的方式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神的话语。近百位基督徒艺人花了2年的时间录制完成了整本66卷圣经。赦免他们，你们承担吧。求你不要远离我。聆听和阅读完全不同。这部戏剧圣经让神的话活了起来。外出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真的很适合我们，尤其是没时间的人。听着戏剧圣经，好像神亲自对我说话一样，像吃饭一样把神的话吃进去。聆听和阅读完全不同，感觉我是走在圣经里面。我期待我们花功夫研读圣经，花时间聆听华语有声戏剧圣经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，让我们一起能够活出基督活泼的生命。无论在教会、家庭或职场，固定的时间一起聚集，现在就用戏剧圣经来开始 PRS 吧。宣读圣经，宣读圣经，宣读圣经，宣读圣经。从日出到日落之地，神的眼目日夜看顾全世界华人。只要按下戏剧圣经播放键，就可以一起听。戏剧圣经是上帝赐给这个世代的华人最好的礼物。即刻免费下载。